你禽流感的疫情究竟报道在屏东爆发 H5N2 的高病原性禽流感，农委会紧急扑杀十二万只鸡之后，想袂到在云林、嘉义、甲屏东也陆续出现鸭、甲鹅等等的水禽大量死亡的情况，疑似是感染禽流感。专家高度怀疑是候鸟的关系。为去年十一月起，邻近的亚洲国家韩国、日本拢陆续出现 H5N8 的疫情，现在疑似在台湾出现，路线甲这候鸟迁徙的路径是不谋而合。丰东高病原性 H5N2 禽流感也未过一段落，煞有大量的鹅甲鸭死亡，情况上严重的家鸡死亡率高达70%。你记住是台湾从来毋捌出现过高病原 H5N8 病毒。H5N8 疑似侵袭南台湾，伫云林、嘉义、甲屏东至少有15位水禽场鹅甲鸭大量死亡，产能明显下降。目前由中央的一些报道都认为这次禽流感疫情是由候鸟带来，不过之前由野鸟协会提供的一些资讯，现在目前候鸟已经几乎都是北返的状态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要为了加强这个部分的概念，如果民众在附近有看到异常的鸟类死亡，或是有候鸟出入劳驾，就是跟我们防治所来联系，尽量自己不要去碰触。专家高度怀疑候鸟惹的祸，去年十一月起，邻近的亚洲国家韩国、日本拢陆续传出有 H5N8 疫情，也搁传到欧洲。现在疑似伫台湾现出踪影，路线甲候鸟迁徙的路径不谋而合。新闻新闻，中央新闻嘉义县蔡宏报道。